人心一心，非诚勿扰。是我们的老朋友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，为什么又出现在这里了？别紧张啊、哦。就是因为听说那个《非诚勿扰》全新改版了，然后我就特别想来看看新的样式和老的朋友。然后编导们说来都来了，那就坐坐吧。台下也是坐，台上也是坐，还可以陪陪江振宇老师。我说那好，那就坐坐吧。老朋友看到了，你跟几个观众看到黄老师来特别。